这个男人正在殴打自己的妻子。要是你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什么，也会拍手直呼打得好。男人叫雷，是个房产公司老板，帅气多金。发现前妻绿了自己后，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离婚。恢复单身的雷，在女人中非常受欢迎。这天，雷正当被一个女人纠缠，准备转身离开时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清瘦优雅的红裙女人，还将红酒洒在了女人身上。 雷赶紧向她道歉，而女人误会她在和女友吵架，气氛的转身就走。尽管女人对雷印象非常不好，但是雷还是被女人的美貌深深吸引。第二天，雷在超市购物时，两人再次相遇。女人名叫丽娜，她主动为那晚的态度向雷道歉。丽娜一身牛仔装扮，显得更年轻有活力。她成功俘获了雷的心。结账时，雷主动约她一起吃饭。丽娜爽快地答应了。席间，丽娜主动提起了自己的遭遇，她原本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副总，正要升职的时候。 遭到了总裁潜规则，丽娜不同意就遭到了封杀，所以就辞职来到了这里。雷很同情她的遭遇，两个人越聊越投机。吃完饭后，雷更是一直将丽娜送到公寓楼下。分开时，雷久久未能回过神来。第二天，雷就打电话给好友，查找丽娜的来历，但是却没能查到任何信息。于是雷一直在他家楼下等待，想要制造一场偶遇。然而雷看到丽娜和一个男人手挽手的出现了，临别时还热情的吻别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。 雷按响了门铃，表明来意后，丽娜开了门让雷进来。雷开门见山，想弄清她和楼下男人的关系。丽娜说那个男人是她哥哥，雷这才放下心来。而此时，丽娜却对他表白了，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雷直接怔住了。当晚，两人就确立了关系，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，两人就迅速闪婚。婚礼上，丽娜只请了两个朋友，并把他们晾在了一边，自己却跟雷的朋友玩得欢快。 雷一直沉浸在幸福中，所以并未察觉不对。不久，两人的孩子出生了，这一切是那么的幸福美好。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雷感到不对劲。男人的妻子正在打电话，可每次打电话，只要男人一靠近，他就迅速挂断电话。丈夫问是谁，他立即说是闺蜜。妻子的反常行为让雷对丽娜有了一些怀疑。晚上睡觉时，丽娜却不让雷碰她。两人在餐厅吃饭时，一个女人叫着倩倩的名字走向丽娜，而丽娜则表示是她认错人了。 这加重了雷对妻子的疑惑。这天，雷和助理聊天时，意外得知助理和丽娜曾就读同所大学。下班回家后，雷和丽娜聊天提及此事，丽娜却对学校的事毫无印象。这下她觉得妻子一定有问题。第二天一早，她趁丽娜洗澡时，在她包里翻找，发现了酒店的火柴盒。雷没有当面质问妻子，他假装出差来到妻子的老家，拿着丽娜的照片就开始四处打听。一个长发男说认识丽娜，声称自己是她的前男友。 因为丽娜嫌贫爱富离开了他，接着雷又找到了丽娜的父母，老两口非常亲切和善，并不像妻子口中所说的非常恶毒。雷把父母接回家做客，阿珍看到后直接愣住了，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假装很热情的欢迎父母。晚上，丽娜就向雷道歉，承认欺骗了雷，她改名换姓是因为家庭出生不好，怕雷会嫌弃她。听到妻子这样说，雷也心软了，于是两个人重归于好。很快，丽娜生下了第二个孩子。 可朋友却说孩子并不太像雷，说着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雷再次起了疑心，直到一个周三下午，丽娜错把信用卡账单寄到了雷的公司，全是酒店的消费，而且每次都是周三。今天正好是周三，她赶紧让助理打电话给酒店，果然查到妻子今天订了房间。想起上周三丽娜一天没接电话，她感觉自己头顶绿油油一片，愤怒的雷立即赶回家中质问妻子。面对雷的质问，没想到丽娜非但不害怕，直接坦白承认了。 这个女人简直是渣女界的天花板。她利用自己绝美的容颜和傲人的身材，迷得男人神魂颠倒，嫁入豪门后就原形毕露，亲手将丈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面对雷的质问，丽娜非常痛快地承认了，感觉被绿的发黑的雷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。丽娜坦白每天跟她通电话的其实是个男人，且出轨的对象就是雷认识的人，连孩子也不一定是她的。雷实在是忍不了，就打了她几巴掌，然后离家出走了。等雷再次回到家时， 却看到房内一片狼藉，而雷马上就被警察抓了起来。丽娜的脸上出现了大片淤青，雷被指控家暴并患有精神疾病。就这样，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听证会上，妻子拿出了她家暴的证据，照片上可以看出丽娜的脸上有明显的淤伤。心理医生也表示，4年前开始，她就为丽娜做心理辅导，能证明她身上的伤就是雷打的。雷没想到表面单纯善良的妻子。 内心是如此的恶毒，雷彻底失控，冲过去要对丽娜动手。这下更坐实了他的精神有问题。就这样，雷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但是雷并没有放弃，他想到了妻子的劈腿对象是律师朋友，于是雷找来了律师的妻子。律师的妻子也想到钱不久，丈夫买了一套别墅，但是以他那点工资，连首付都不够付。雷让律师的妻子帮忙给丽娜打电话，说他的计划虽然很完美。
但是有一个大漏洞。果然丽娜忍不住来医院找雷，雷设计让病友引开看护，雷把妻子带到一片草地，丽娜也坦白了一切，就是为了雷的全部财产。雷对他说，你最大的漏洞就是把我逼疯，因为精神病杀人不用负法律责任。说完就死死掐住他的脖子。就这样，丽娜因为自己的贪念最终死在了雷手中。影片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